2018年，一场印度婚礼震惊全球，其奢华程度令人目眩。婚礼主角是印度首富穆克什·安巴尼的女儿伊莎，她年纪轻轻，个人资产已达233亿美元，她爹更牛，总资产超800亿美元。为庆祝女儿大婚，穆克什豪掷7亿美元，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豪门婚礼。这场婚礼整整持续了7天，无数名流政要到场祝贺，宝莱坞演员阿米尔汗、印度钢铁大亨米塔尔、沙特石油大臣哈里德，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都赶着来吃席了。为了迎接这些宾客，穆克什特地搞了个作战室，他包下猛买当地所有五星级酒店，安排了上百架私人飞机和1000多辆顶级豪车接送，那场面人山人海，锣鼓喧天，比咱春运还热闹。婚礼所有厨师都是穆克什从国外专程请来的，服务的仆人多达200多人，还有专门的直升机在现场巡逻拍照，保安们更是荷枪实弹，这哪像什么婚礼啊，俨然就是一场超大型名流聚会。这还不够，为了满足女儿的追星梦，穆克什直接耗资2000万美金，请来美国的歌坛天后碧昂斯助兴。世界级女歌手来印度走穴演出，听起来很掉价，但首富给的钱实在太多了，谁能不心动啊？碧昂斯穿着印度风情服装，在婚礼现场劲歌热舞了2小时，完全就是专门为伊莎开了场个人演唱会。当然了，整场婚礼最耀眼的主角还得数新娘伊莎，她身着镶满钻石的婚服，额头、脖子、手臂全部缀满金光闪闪的宝石，整个人流光溢彩，就像一座行走的钻石山。女方如此豪气，男方自然也是大富豪吧。伊莎的对象确实也有钱，但跟伊莎家比起来那就差远了，甚至可以称上一句软饭男。因为在印度，男人是不用给彩礼的，反而是女方必须带过去一笔嫁妆。据说伊莎带的陪嫁是一整座别墅群。如此奢华的婚礼，穆克什不止办了一场，他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更豪，特地去了瑞士的巴德鲁特皇宫酒店办婚礼。这个酒店最便宜的房间也要10000块一晚。婚礼当天依旧来了许多名流，什么英国首相、联合国秘书长、谷歌 CEO 都来了。为了维持秩序，穆克什请来的安保多达上千人。挥金如土这四字用在穆克什一家身上是再贴切不过，普通人眼中的天文数字在他眼里都是洒洒水。他手握印度的零售、电信、能源等资源，公司年利润占印度全国私营企业的 30%， 是名副其实的亚洲首富。然而就是这么一大家子富豪，却欠着我们中国人的钱不还，当起了老赖。穆克什的弟弟安尼尔·安巴尼当初搞投资时找遍全世界的银行借钱，我们中国就是他最大的债主，国开行、进出口行、工行都借了钱给他。没想到这人居然是个不要脸的，投资失败破产后竟然说我没钱还，求你们放过我。真没钱也就罢了，关键他是一边住着别墅开着游艇，一边当着老赖。他亲哥穆克什·安巴尼更奇葩，只帮弟弟还了瑞典爱立信8000万美元债务，就是不还我们的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他不还钱的原因到底是啥？难道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好说话吗？